小破站出了牛人啊，永别了台积电，北大纯手工打造了 0.8 牛啊。 NM 是什么呀？八微米啊，八微米的芯片性能超英特尔50倍，再也不需要光刻机了，美国科技沦为了笑话。你看上面飘过的这个评论啊，说我觉得还是纯手工打造个银河系更可信。啊，造谣误国，举报了不屑。这位大哥呢叫做国际新观察，你看这名字起的叫小破站啊，这就是什么前头搞的都是这个很厉害的这个前提。评论，我是特地从推特过来的，真的要到这里感受感受中国震撼，希望下期能可以看到首撮方舟反应炉的新闻。我还记得看过一幅画，画上的玉米那我说不出口，你自信一点，下次手搓一个 0.085 微米的震撼地球100年，要用老北京最地道的工艺。下面丽就说了，铜的铜子直径才 0.1 微米，这个不是微米， N 又是个什么，我看一下 NM 这个是，这个是微米吗？哦，纳米，哦 sorry， 纳米啊，哈哈。评论，永别了科学。评论，没毛病啊，就是用人工不用机器啊。这一般的人工都比机器香啊。啊，我说的是炸酱面。火了，我也借用一下这个大哥的标题啊。我做什么呢？我。